特殊的国际环境使伊朗基本无法从国际市场上采购高技术武器，即便是俄罗斯，由于西方的压力，也难以向伊朗提供苏-30SM 这类先进战斗机。总体上说，伊朗军队的装备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，革命卫队战斗力较强，但也是在面对缺乏重武器的对手的时候，如果要跟美军作战，伊朗几乎还手之力。跟很多类似国家一样，伊朗在无力提升装备现代化的情况下，只能发展自己的不对称优势，确切地说就是发展弹道导弹和核武器。在也门的战争里，这种不对称优势已经得到一定程度发挥。尽管拥有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，沙特和阿联酋还是没有拦截住多有来袭的弹道导弹，外媒称操作胡塞导弹那是伊朗革命卫队。伊朗已经恢复了自己的核计划，但预计的可预见未来都很难发展出自己的核武器，更别说将其小型化安装到弹道导弹上。几乎所有国家都发展伊朗的核计划，担心这会成为神权政府威胁中东甚至威胁世界的工具。不过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不断取得进展，目前伊朗的中程弹道导弹射程已经达到3000公里，足以覆盖整个中东和大部分欧洲国家。伊朗的弹道导弹技术来自于某神秘国家，不过以伊朗的地理位置来看，虽然其可以威胁在中东的美国军队，但要让其弹道导弹打到美国本土还需要很长时间。近日，伊朗革命卫队总指挥官穆罕默德·阿里·贾法里少将在接受也门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，伊朗控制中东只需要不到12分钟，伊朗将对任何对其安全的威胁做出毁灭性的回应，即使敌人在境外。这无疑是暗示伊朗具备向中东任何国家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，包括以色列在内。虽然无法搭载核弹头，但伊朗的弹道导弹可以搭载化学弹头。不过在中东地区，伊朗的主要战略对手包括以色列、沙特和阿联酋等国，都拥有较为完备的反导系统，而且还在不断强化升级。尽管无法保证完全拦截，但伊朗导弹突防还是有很大难度。此外，伊朗的导弹技术似乎并不完善，外媒称可能与发动机技术不过关有关，在总体装配精度上也不尽如人意。在阅兵式遇袭之后，伊朗发射了6枚弹道导弹攻击伊斯兰国武装报复，不过有3枚又在发射不久后坠毁，落入附近的伊朗农场燃起大火。伊朗有能力向任何中东国家发射导弹，但似乎并没提到了是否会遭到报复。以色列具备三位一体核力量， F-35R 已经可以悄无声息地潜入伊朗领空，沙特和阿联酋则则由美国保护。至于伊朗，虽然购买了俄制 S-300PMU-2 保护自己的核设施，但总体看其防空网老旧不堪，即便是 S-300PMU-2也没有发现入侵其领空的 F-35I。 伊朗向俄罗斯强烈抗议， S-300PMU-2 并不像当初说的那样具备反隐身能力，不过看来俄罗斯并未能为其提供更多帮助。因为就在前几天，一架美军全球鹰在俄罗斯边境附近飞行了几个小时，俄军的 S-300 也没有发现有些震惊。全球鹰并不隐身，